回来，怎么了？牛奶的状态不对，而且他这个眼角不知道怎么回事破了，身上有一种非常酸臭的感觉。不行，我得打电话问问陈医生。哎，陈医生，我看这个牛奶这个这两天状态不太好呢。就是我看他脸上就是对皮肤就破了，都好像得皮肤病了，而且他身上有这种酸臭的味道，不吃，一点都不吃。对，肉也不吃了，而且好像我看刚才还有点臭臭的感觉。行，那我带过去行吗？没有了，我今天打算给他去虫了呢。那我就先带过去了，要不？啊，行，管，好。哎，刚给陈医生打电话，陈医生说的让带过去看一下，得先赶紧的。大意了，你觉得出院了就好了。我感觉那几天他顶着上还行。用完药，等他出院的时候确实不错，但是这个要长期调理的，你到这个时候再去治就很难治了。喝水正常吗？正常喝水。能喝水是吧？对，就天天就喝点水。他挂水还不能挂太多，明显就贫血，这其实他的红细胞就更严重了。不吐吧？前两天吐一点，现在不吐，没有东西。大便呢？还没拉？拉，都黑色，都细的。不是细的，我今天拉的是细的。嗯。前两天都是黑色的。他的状态比较差，本身就代谢性的问题，现在贫血太严重了，然后体内有寄生虫，他的身体症状就可能是营养不良或者寄生虫导致的。肾脏的话，指标比以前比的话倒还好，肌肉萎缩比较严重。先尝尝用药，试试看。因为现在已经贫血四点钟了，然后能控制的话呢，就实在控制不住的话呢，可能再用别的药试试。晚上
说一下牛奶的情况。喂，还没说话。嗯。这不是啥？这是什么人啊？这是。这就是这个书房里面，我不知道自己是谁吧。等安顿好之后呢，明天一早就赶过来。